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？让我们一起上课吧。好，上课。起立。老师好。同学们好。首先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。第一题，谁来回答？张一浩。一，十个一是十，十个一是十，十个十是一百，十个一百是一千，十个一千是一万。说得非常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，谁来读一下这道题？傅若恒。我们学过的计数单位有哪些？谁来回答？王一林。我们学过的计数单位有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。好，非常棒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，数一数下面共有多少个小正方体？看准了。那谁知道这一个大的正方体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呢？郭雨佳。一千个。那这一块大家知道是多少个呢？牛哲。一百个。那接下来我们来默默地数一下，这一竖排你知道是多少个小正方体吗？周若乔。这一竖排一共有十个小正方体。来，我们默默地数一下啊，有几竖排？好，谁看出来了这里边有多少个小正方体？张宇。这里面有八十个小正方体。好，谁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，到底这一幅图看准了有多少个？郭佳。这一幅图里边有2283个。同意他说的请举手。好，手放下。刚才我们大家说了，这一个大的正方体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呢？一千个。那现在两个大的正方体是多少个呀？两千个。对，那所以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2283多少啊？83。那如果把2283在计数器上拨出来的话，该怎样拨出来？你来，牛哲。在计数器的千位上拨二，再拨两颗珠子，对吧？拨两颗珠子。在百位，在就是那个计数器的百位上拨两颗珠子，在十位上拨八颗珠子，在个位上拨三颗珠子。那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在计数器上拨出来的是这样的呢？是。那你能来说出这个数的组成吗？王一林。这个数里面一共有两个千、两个百、八个十和三个一。看来呀，咱大家对前边数的认识这一块掌握得非常好。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比刚才复习的这些要更大的一些数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大数的认识。好，咱大家一起来看，你能数出这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吗？刚才我们大家知道了，这一个大的正方体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呀？一千个。那现在咱大家数一下，这一横行当中有几个这一千？来，一起来数啊！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。呀。接着继续往后数，6、7、8、9、10。如果错的话，就是重新就是数一下，从头开始来。刚才我从第一个数。好，那现在咱重新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那你知道这一横行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吗？有多少个一千？宋月，这一横行有一个一千。谁来说这一横行一个大的正方体是一千个小正方体？刚才咱大家数了有多少个大的正方体啊？十个。十个。好，那谁来说这一行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呀？蔡文博，这一行里有一万个小正方体。同意他说的举手。那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十个多少啊？十个一千。十个一千，我们大家知道十个一千是多少啊？一万。那我们大家知道这一行是一万，那接下来看这又有多少行呢？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十行，也就是十个什么呀？十万。那谁知道十个一万是多少？慧佳，十个一万是十万。好，谁再来说一遍？陈潇，十个一万是十万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刚才通过数知道了是十个一万。是十万。那么我们大家来看这样一幅图，你能看懂这幅图是什么意思吗？来看，这是几个小正方体啊？一个。那多少个一是十呢？张宇，十个一是十。那接着你看，怎么到多少个十？参博，十个十是一百。你能接着说下去吗？十个一百是一千，十个一千是一万。好，非常好。那现在自己看着这幅图来说一说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好，开始吧。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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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
相邻的基数单位之间的近率。张宇，它们之间相邻的近率是十。好，那接下来呀，我们大家来看，在计数器上拨出十万，这是多少？这一颗珠子表示的是几？你来，王一林。这一颗珠子表示的是一万。一万，那大家接着数下去。两万，三万，四万，五万，六万，七万，八万，九万。那再添上一颗珠子，该是多少了？宋燕。再添上一颗珠子，就是十万。十万。那万位上他拨上十个珠子了，该怎么办？李建龙，万位上拨满十个珠子，要向十万的位上进一。进一，那也就是把这些珠子怎么样？我想不清楚啊，说，把这些珠子怎么样？周瑞桥，应该把这十颗在万位上的珠子拨去，然后再在十万位上拨上一颗珠子。好，拨去。那这一颗珠子它表示的是什么？陈霄，这一颗珠子表示的是十万。表示的是十万。十万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从这个计数器上可以看到，哪一位上，也就是十万位上有十个珠子的时候，满十应该向它的前一位进一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十万到底有多大呀？谁来给大家读一读？你知道十万有多大吗？好，你来，傅卓恒。十万名学生大约组成2000个班级，十万张纸摞在一起，大约有3层楼高。十万步大约在400米的跑道上走
130圈，10万天大约是274年。十万，我们大家了解了这个更大的基数单位十万，也知道十万它有多大，是吧？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来看下边。谁知道十万上的，刚才说了，这一颗珠子表示的是什么呀？十万，也就是一个十万，十万也就是大家说的十万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们大家继续往下数下去。20万、30万、40万、50万、60万、70万、80万、90万。再拨一颗珠子该是多少？陈香，再拨一颗珠子应该是100万。那100万，那十万位上满十该怎么办？向宋月，应该向前一位进一。进一，那你说这应该在计数器上怎样表达出来？牛哲，把十万位上的十颗珠子拨去，再在百万位上添一颗珠子。拨去，拨上百万位上拨上一颗，这一颗表示的是什么呢？张宇，一个百万。那现在我们大家看一看，十个，刚才大家知道十个一万是10万，那刚才通过拨珠知道了十个十万是多少啊？100万。那谁再来说一下？十个十万是，你来，陈潇。十个十万是100万。没黑板擦啊。如果继续往下拨珠的话，在百万位上，接着我们大家数，100万，接着继续，200万。那如果停，如果数到十个珠子的时候，多好啊！1000万。那也就是说，多少个一百万是1000万呢？蔡文博，10个100万是1000万。十个。往下推下去，那你说10个1000万是1亿。好，自己接着继续往下说下去。10个1亿是10亿，10个10亿是100亿，10个100亿是1000亿。好，那刚才呀，我们大家知道了10个100万是1000万，那大家以此类推的话，应该是接着说10个1000万是1亿，10个1000万是1亿。继续，10个1亿是10亿。接着，10个10亿是100亿。继续，10个100亿是1000亿。好，刚才呀，我们大家了解了比较大的基数单位，那也就是什么呀？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、10亿、100亿、1000亿。那我们大家知道，在计数器上如果拨珠的话，满十就应该向十位进一。那你观察
这幅计数器相邻的计数单位之间的进律是多少？张宇浩，相邻计数单位之间的进律是十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大家得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大家再来读一遍，注意不脱声音。十个一万是，预备开始。十个一万是十万，十个十万是一百万，十个一百万是一千万，十个一千万是一亿，十个一亿是十亿，十个十亿是一百亿，十个一百亿是一千亿。好，那今天到底咱大家学习的怎么样呢？请大家来看这样一道练习题，认真观察，你能看出来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吗？看清他们之间的这个箭头所表示的方向。告诉老师，这个数是多少？一万。一万，看清它的方向，一万的十倍是十万。哎，谁来说一遍，大声点。牛哲，一万的十倍是十万。还能继续说下去吗？一万的一百倍是一百万。好，接着看，一万的十倍是十万，然后再看十万的什么？十万的十倍是一百万。那你能知道一百万的多少倍是一千万吗？周若乔，一百万的十倍是一千万。那下边谁来说？完整的说下来。一千万的，李建龙，一千万的十倍是一亿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大家知道这些相邻的计数单位它们之间的倍数关系了，对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来看下边的，这是哪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关系呀？谁看出来了？张宇，这是一万和一百万之间计数单位的关系。那你能完整的用一句话给它表达出来吗？一万的多少倍是多少啊？你还说一万的一百倍是一百万。哎，谁再来说一遍？傅仲恒，一万的一百倍是一百万。好，那接下来继续看下边的一万和哪个计数之间的关系呢？蔡文博，一万和一千万之间的关系，他们之间的倍数是多少？那一万多少倍是一千万呢？一万的一千倍是一千万。好，那下边的谁来说？张怡，这是一万和一亿之间的关系，一万是一万的多少倍？一万倍是一亿。同意他说的吗？同意。好，我们从这幅图上大家观察出来了，相邻计数单位它们之间的成十倍的，对吧？好，那接着就是一万和百万，一万和什么呀？千万。一万和亿之间的倍数关系。好，那现在呀，我们大家了解了他们的这些之间的关系之后，继续往下看。这个表格是按照我国的计数习惯制定的十进制数位顺序表，请大家认真观察这个数位顺序表，你从数位顺序表当中知道了什么？可以先自己给你的同桌说一说，你从这个表当中知道了什么呢？一千亿，一万亿，
说完了。好，那谁来说一说你的发现？傅作恒。我发现各级的计数单位有个、十、百、千，万级的计数单位有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，亿级的计数单位有亿、十亿、百亿、千亿。嗯，还有吗？谁还有不同发现？宋烨。我发现各级的数位分别是个位、十位、百位、千位，万级的数位分别是万位、十万位、百万位、千万位，亿级的数位分别是亿位、十亿位、百亿位、千亿位。嗯，还有吗？郭一佳。我发现一级里边有四个数位。嗯，每一级不管是个级、万级还有一级，它都是有四个数位，对吧？嗯。还有吗？你来。我发现每个数位都有一个基数单位。嗯，对应的数位对应的它的基数单位。那现在呀，老师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来，请你认真观察这个数位顺序表，从右边起，第一位是什么位呀？各位，大声一些。各位，那你能像我这样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来吗？张一浩，万级的第二位是什么位？谁来给大家说？牛哲，万级的第二位是十万位。好，请坐。那现在大家考虑，在这个数位顺序表当中，你认为哪两个数位是比较关键的数位，需要特别记住的？周若乔。我认为在这个数位顺序表里面，万位和亿位这两个单位是比较关键的两个单位。给大家说说理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亿位和万位，它们后面分别都有三个单位，并且万位处在第五位，亿位处在第九位。嗯，好，请坐。那现在呀，我们特别需要记住的就是万位和亿位。那老师要问大家，万位从右边数，万位在第几位呀？第五位。亿位在第几位？第九位。那么十亿位相邻的基数单位是相邻的数位是什么呀？十亿位相邻的数位是王一林。十亿位相邻的数位是百亿位。还有吗？谁来补充？张宇。我给王一林补充，十亿位还有一位相邻的数位是亿位。好，所以呀，咱大家在了解这个数位顺序表，要深入的去用心去记忆，这是为我们以后学习大数的读写做准备的。所以这些知识点，像我们大家刚才发现的，还有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，都需要好好的去记忆它，把这个数位顺序表能记在脑子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右边起，第一位是什么位呀？每四个数位为一级，哪些数位是个级？哪些是数位是万级？哪些数位是亿级？这是方便我们今后学习大数的读写的。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了这些数位顺序表，我们来看这样一道练习题，谁来给大家读一下要求？你来，霍一佳。数一数，说一说。嗯，数一数，说一说。那现在我们大家仔细观察，在这里看老师用鼠标点的啊，这一个大的正方体，刚才我们大家了解了是多少，里面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呀？一千个。到底这一横排它有多少个呀？咱大家一起来数一下有多少个大的正方体啊。1 2 3 4 5 6 7 8 9 10。那你知道这里边是多少个小正方体吗？郭一佳，这里边是一
万个小正方体。给大家说说你怎么知道是一万的呢？因为一个大正方体是一千个小正方体，所以十个大正方体组合起来就是一万个小正方体。嗯，那现在大家看出来了吗？这是多少呢？三万。那你能看出来这还有这整个一幅图当中有多少个小正方体呀？陈潇，这一幅塔当中有34300个小正方体。谁同意他说的？好，手放下。34300个。那你能说出这个数的组成吗？你来猜不？它是由3,000,000,4,000,000个白组成的。嗯，谁再来完整的把它说一遍？张云浩。34300是由3,104,000,3,100组成的。嗯，好了，那接下来呀，我们大家继续来看，自己先说一说这道题该怎么填。可以放开声音。10,000,000,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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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,000,
回家。十万里边有十个一万。第二道题，王一林。一百万里有十个十万。嗯，好。陈潇。一千万里有十个一百万。你来，张一浩。一亿里有十个一千万。好。看来我们大家对今天学习的这些比较大的基数单位啊，还有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大家掌握得非常好。那现在我们把刚才这些填空来齐读一遍啊。十万里有，不脱声音，预备，开始。十万里有十个一万，一百万里有十个十万，一千万里有十个一百万，一亿里有十个一千万。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大家学习的是什么内容呢？周若乔。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大数的认识。那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，大家有什么收获呀？王一林。我学到了比千位更大的数位。嗯，比千位更大的基数单位，也就是说比万位更大的基数单位。那比万位更大的基数单位是什么呀？大家想一想。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一亿、十亿、百亿、千亿。还有什么收获呀？你的收获是什么呀？郭一佳。我还知道了他们的金律。谁的金律呀？我还知道了万以上的这些大数的每两个之间的间率。嗯，也就是说比较大的，今天我们大家认识的比较大的基数单位之间的相邻数位之间的近率。近率。好，你说。我还知道了每四个数位为一级，分别包括个级、万级和亿级。嗯，你来说。我还知道了基数单位是怎样组成的。好，看来今天大家这节课的收获还是挺大的。好，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，下课。起立，老师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